那个代练的朋友可以加我好友，然后价格在我个人说明里面。如果不需要代练的话，我建议说不用加我好友，因为我好友快满了，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删一批人。那个狮子狗的天赋和符文就是普通 AP 的天赋和符文。哇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五把，欢迎来到打奈德利。在哪？正在。奥阳，碾碎他们！脚步。好果断！全军出击！您指路，让我为您指路。我的召唤师，你管不住我的召唤师。不知道你们这群家猫，正在命。本能。哎你把这个称作有教养，让我为您指路。这也太猥琐了吧！正在命。阿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不管是用爪还是用毛，扫把你的结局都是一样的。你把这个称作有教养。
找机会点他。本能引领着他没注意。懦夫的味。让我为您指路。这个是主 Q 的卡特，本能引领着我的脚。跑步，我将指引您通往。胜利，我们会文明的捕食。又上了点蓝，要不要这么酷？你把这个称作有教养。My ally has been slain.
不懂还是什么心态？不怎么会玩爆呢，玩得好烂。再下个吧，啊，对，差一点点。正在觅食。哎，跳上去吗？哎，这里不是可以跳上去的吗？我记得，怎么跳？哦，这样跳。
应该找这个人。很伤，出什么呢？出春哥吧。杀你我还不收这些钱呢。